听说你们发现了沈西被害案的新线索。放开我！我是跟着立州从机场回来的，不是坏人。我就是想打听一下我爱豆到底是不是犯事了。你们放开我！ 我认识他，他是厉先生的私生饭，常年跟踪厉先生。我在厉先生家附近见过他很多次了，他没少堵厉先生，还私拆过厉先生的快递。这话怎么说的？我和厉州都是男的，我粉他有先天优势，好吗？我要是个女的，厉州去卫生间，我能跟进去吗？ 虽然你长期跟踪立州，那他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去过不太干净的地点，比如涉嫌非法药品买卖的地方？这个呀，我还真知道。但你们想要爱豆的料，是不是应该？ 别啊，还真要上法庭啊！那我说，一个月前，立州来过一趟未名市，去了工厂区一个叫Base的酒吧。娱乐圈里一些不入流的地下交易都是在那儿进行的，据说有交易资源的，也有乱七八糟的药什么的。 我去见厉州之前，我有几个消息要告诉你。第一，那瓶红酒找到了，是被酒店的一个员工拿走了。还好他识货，挂到网上去卖了，没来得及喝。那瓶酒里检测出了河豚毒素，和你推测的一样，是用注射器注入的。 第二个消息对你来说，就不算是好消息了。警方在陆景和昨晚驾驶的汽车后备箱里，发现了有河豚毒素残留的试剂瓶和注射器。因为陆景和与立州两个公众人物卷入本案，现在媒体对本案的关注度极高。有人泄露了侦办的细节，媒体们已经认定陆景和是真凶。 还开始炒作合应将用金钱干扰司法，所以公诉机关决定在下周起诉陆景和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陆景和确实是目前看来嫌疑最大的。立州我已经带回来了，就在询问室，我叫人带你过去。
看来明月是都告诉你了。我给红酒下毒是想自杀，但酒杯将明月拿走了，我算是自杀未遂，而且我所有的毒药都用在那瓶红酒里了，就算还想给巧克力下毒也做不到了。我们为这个事情吵过架是真的，夫妻哪有不吵架的，我没想过伤害他。是，我们是吵架了。昨晚阿西结束酒会回来后，老公，我想死你了。想我？你有陆景和陪着还会想我？你这是吃醋啦？那个陆家二少爷前段时间刚被我坑了一把，收他一盒巧克力也只是缓和下关系。我最爱的人只有你吗？你爱我？你只是用我来满足你的占有欲吧？你就那么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们结婚了吗？连我去看病你都要安排狗仔？那件事我已经道歉了，你别没完没了的。再说了，我们明明已经结婚了，我想昭告天下有错吗？那些和你吵绯闻的女人天天挂在头条热搜上，我明明是你的妻子却见不得光。连粉丝都知道那只是营业炒作，你怎么倒当真了？对，粉丝你不可公开，不就是担心你的粉丝抛弃你，让你的商业价值受损吗？有我在，时尚圈的资源随你挑，怕什么？怕什么？怕的就是这个。照你这么弄，我们正常的婚姻关系会被媒体写成包养。我凭自己能力打拼出来的荣誉和咖位，也会被说成是靠着富婆上位。从来都只顾着自己开心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开心？你看我像是开心的样子吗？你常年在外地拍戏，我们聚少离多这也就算了，难得我们都有空见个面，还要做贼似的偷偷摸摸，住个酒店都不能光明正大的住一间房，我难道不委屈吗？还有现在你得的这个病，你抑郁症要小心照顾着哄着，那谁来照顾我？我看这日子是过不下去了。你少拿生病挤兑我，过不下去就别过了。我自己也被打碎花瓶的声音吓到了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些过分了。我怕碎玻璃伤到阿西，又不好叫客房服务来打扫，就凑合
拿酒店的宣传折页将玻璃渣往墙边扫了扫，过程中我不小心划破了手，阿西找了个创可贴帮我贴上了。小伤口用不着。我不知道收拾完花瓶之后，我和沈西都没了约会的心情，我就回隔壁房间了，就躺着和他吵架，我也难受。听到了，但他就敲了两下，我隔着门问他有什么事，他也没说，我以为他在闹脾气，就没搭理。我昨晚在酒店遇到了私生饭，实在坐立难安，所以才……李哥，晚上好。本来想躲在床下给你个惊喜的，可刚洗完澡的你也太帅了吧，简直让人把持不住。快让我拍张照，我给我女朋友看看最新鲜的力哥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的粉丝，你最狂热的崇拜者。还好力哥你今天是一个人过来的，要是让我发现你房间里有女人的话，就算我是你的男粉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哎，不对呀，力哥，你不在剧组拍戏，一个人跑来未名室干什么？休假吗？你是怎么进到我房间来的？出去。都说李周温文尔雅翩翩君子，却这样对粉丝。我为了能见你花了好多钱才买到你入住曼妮酒店的消息，专门订了你隔壁的1816房间。你是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功夫才把连头门的锁撬开。力哥，看在我为你这么用心的份上，你送我件衣服怎么样？我看咱俩身材也虽然有差距，但还是要穿偶像同款啊，不是同一件。我太幸福了。你想要什么随便拿，那么赶紧走。我就说嘛，力哥最大方了。爱你哦，我会永远支持你的。你是什么时候入住的？11点多的时候吧。我本来是想找前台要连通门钥匙的，他们说钥匙被拿走了，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花这么多时间撬锁呀。就是这样，我一宿没睡着，干脆早早去机场了。Thank you.
真丝手套很少见吗？凭什么说痕迹是我留下的？你想多了，我演戏的那副手套就是很普通的真丝手套。我并没有拿走阿西留下的手机，我拿他手机做什么？电话线是阿西拔的，他一向不喜欢被打扰。原来，你一开始说警方找到了指证我的证据，是在吓唬我。你的猜测或许是真相，但那都建立在确实有那么一双属于我的真丝手套的基础上。然而实际上，你并没有那双手套，对吗？非常顺利，
已经拿到利州购买河豚毒素的证据了。刚才打你电话无法接通，我就先和严威联系了。从罗曼尼康帝的分析结果来看，利州购买的河豚毒素含量是超过酒中的含量的。没错，等更详尽的结果出来，研队会复制一份报告给你的。你见过利州了吗？有找到直接指证利州的证据吗？不要着急，我很快就到警局，等我。我的律师，调查结果如何呀？啊，这样啊，啊。那我就认命吧，余生要在铁窗中度过了。我知道，刚才研队特意来通知我了，但河豚毒素不是我放进去的。我的车后备箱里，只有上周我助理放入的一个合印制药出品的应急药箱。那里面有什么药，我都没打开看过。又是左然，我就想找你，不可以吗？我不是耍小孩子脾气，也没有和你开玩笑。你应该知道，公诉机关决定起诉我，和媒体的过度关注是有关系的。你现在打开手机，就能看到合印继承人行凶害命的热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临时更换了律师，你能想象媒体会怎么报道你吗？他们会说你忙前忙后的调查是毫无进展的，会说我更换律师是因为你能力不足，甚至他们可能将你过往的案件、供职的律所、学校的老师都扒出来，借此质疑你的律师资格。我可是从小被媒体盯着长大的，我太知道他们了。你能在半天时间内就锁定另一个嫌疑人，这已经充分证明了我没有选错律师。你是我信任的人，所以我绝不会允许别人对你说三道四。我是认真的。
其实公诉机关决定起诉我，并不完全因为我车里发现的河豚毒素。即便我现在已经完全洗脱了嫌疑，恐怕也不能顺顺利利走出警局大门。何印的竞争对手和好事者肯定会一拥而上，炒作我用钱脱罪。虽然何印的股价跌一跌我不心疼，但被董事局的老头子们念叨还是很烦的。一场公审以正视听是个不错的选择，还能树立何印维护法治的正面形象。所以你实在没必要认为我会被起诉是你的过失。这就对了。具体的情况我已经让何印内部去查了，但我猜测不会是何印有内鬼。简单啊，因为利益。我代表陆家，陆家的利益就是何印的利益。大家可以为了蛋糕怎么分而争斗，但直接掀桌子的话就谁都别吃了。把陆家的继承人弄成一个凶手，他们还没那么傻。学校的停车场非常不凑巧，今天停车场的监控坏掉。我的车钥匙一共只有两把，一把在我自己手中，刚才还给研队用过，另外一把是备用的，因为总也用不到，就放到我的私人银行的保险箱里了。那辆车是我回国之后买的，日常随便开开，确实不是很值钱。但我的私人保险箱很大，一些日常零碎的东西不愿意放在身边的，就都丢进去了。莫医生回来了，在外面等着见你。我不是单纯来传话的，陆景和那辆跑车的鉴定报告出来了，结果对你们有利。居然用这么低级的手段栽赃我，也太看不起我了吧。姐姐，今天辛苦你了，你的付出我都会记在心里的。还从没有人退还过我送出的东西，怎么？你想做第一个？
简直是神了，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取证的。可不是，用扑克牌占卜出交易记录的下落，绝了，说出去都没人敢信。没错，律师小姐，你没跟着去可惜了。我跟你说，莫医生他……你想要立州在我这儿买东西的记录，可以，但要凭你的本事自己找。哦，怎么说？我这家酒吧能在道上吃得开，靠的就是诚信。我总不能跟那些狗仔和私生饭一样，给点钱。或者被警察一吓唬，就把客人的消息卖了吧。所以你自己找吧。感谢您的配合，那我们就开始搜查了。哎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什么时候同意让你们搜了？我这的酒可贵着呢，万一碰碎了哪一瓶，诸位公职人员的薪水可未必赔得起。你不要太嚣张。我听说心理学家大多会占卜，特别神，要不你自己算算交易记录在哪儿？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，但我恰好会占卜。还真挺讲究的。接下来我会问你三个问题，你只需要回答我是或否就可以了。好啊，你问吧。立州来酒吧那天和今天一样是个周日，对吗？是。果然如此。红心 King 有什么说法吗？ King 是每个花色中的第十三张，十三象征着背叛和阴谋。那么背叛和阴谋指向哪里呢？自然是象征着爱情的红心。我猜你会说，媒体已经报道了凶案，我在说大家已知的事情。难道不是吗？耐心一点。通常来说，占卜的第一个问题都是用来验证的，所以我们要开始第二个问题了。他真正想要的是比河豚毒素起效更快的剧毒，是吗？没错，他原本想买氰化钾，但在我这里做生意的人可拿不出那种危险的东西。哦，真的是因为没货吗？可我的纸牌告诉我，是他开价不够高。这也能从纸牌中看出来？哼，可惜你猜错了，河豚毒素可比氰化钾贵得多。方片象征财富，方片七的含义是缺钱。在黑市买卖的东西向来是以获取难易来定价的，可不是看物品本身的价值。另外，
你都相信心理学家会占卜了，为什么不信心理学家会测谎呢？不要在我面前说谎好吗？你还有一个问题，抓紧问吧。这次我们换一个玩法，先开牌怎么样？交易记录就在左边酒柜中央那瓶路易十三的后面，对吗？这也是扑克牌告诉你的。路易十三酒瓶的瓶塞是百合花，而我这副牌中只有黑桃 ACE 的花纹是百合花。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？交易记录就在那里。是，你猜对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特别厉害？我本来是个无神论者，现在我有点动摇了。不要听他讲故事，我只是用了一些小技巧而已。当然不是，我是心理医生，我相信科学。其实这当中的秘密非常简单，你之前不是说想和我学心理学吗？那就让我保留这个答案，等你学过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就懂了。哎，莫医生，能不能……你没有这个时间聊天，不如去查查那个酒吧还做什么非法买卖，一锅端了他。严队，何必吓唬他们呢？那个酒吧如果真的这么容易铲除掉，也不会开到今天了。这是警方出具的关于交易记录的详尽报告，除了利州购买河豚毒素的信息，还有使用情况分析。陆景和的事我听说了，你别着急，距离开庭还有一周的时间，说不定在这期间我们可以找到更有力的证据。左然吗？也对，这是他的专业领域了。那我送你回律所吧。我不累，而且警局的正门后门都被媒体围得水泄不通，你一个人怎么出去啊？
Ha ha.